啊，某位男偶像的争议发言被粉丝们爆料，至今仍然连反省的念头都没有，那就是曾说出自己是裸体洗澡吓坏粉丝的 Super Junior 立旭。而立旭今日也在和粉丝交流的平台上再次坚持自己仍然是裸体洗澡，虽然知道大家可能都围围巾或是穿着鞋洗澡，但他就是无法接受，也说到自己裸体洗澡可能大家都感到很冲击，还是体谅他，所以很感谢。立旭还说看了很多留言，好多外国网友也跟自己一样是裸体洗澡，就觉得不是孤单一人，因此获得了力量。对于这样严守儒教规范充满拘束的韩国深表遗憾，希望有朝一日裸体洗澡不会受到责难的新时代到来。立旭超有梗的回文让 EOF 笑翻，表示裸体洗澡是立旭一辈子都过不去的梗了。